就是我刚刚讲的要森林系的感觉，我说我就是要绿色，啊，那我就好，那他喜欢兔子，那我就是给你一个兔子在躲在草丛里面的感觉，有没有很简单啊？后面只是黄金万年草，前面是赵波，很简单，就两个品种啊。可是有没有感觉一有啊？它是一个意境，哦，只要想得清楚，主人也是那个很容易的，不需要太多的时间跟资源。那这个就是很非常大型的森林主人，他要就是说，那你帮我组一个很大的森林，我很高兴，那个主人是非常大，这是我目前组过最大的一个主人，而且用了不少的饲料上去，而且正在跟一些其他植物做了结合，但是它的吃水性都是一样。啊，这个就是走那种比较糖果颜色的亮丽风。哦，其实像这种风格是大家一般普遍大家最能接受的颜色。哦，因为大家看到那种艳亮颜色心情就好。哦，但其实我们今天呢，啊，的组合作品就是用颜色来组成大家很可爱的小品。我们今天走的就是这种风格，大家看的心情也会好。啊，这个是我去年一个还蛮经典的作品，还有上个国外的组合的那个 Facebook， 点阅率也蛮高的。这个作品呢，就是典型，就是说用比较一个有型的盆器再来玩颜色，哦，就是说秋天啊，多肉开始用颜色，在这个季节，秋天跟春天就可以玩颜色，哦，然后用各种不同颜色来组成的心情，甚至呢组盆再做组盆，有没有？三个组盆都成一个特殊的形状，看起来各有不同的感觉。有时候组盆不一定是单一的，就像我刚第一张啊，这个圣诞啊，有没有？这个圣诞盆啊，我左边只是放了一棵比较大的圣诞树，其实整个景出来是很有 feel 的，用来装饰你的环境这样子。哦，然后这个是节气性的组合，哦，这个就是过年的时候，就是说，要放电头啦，哦，然后还是说放家里比较好些喜气啊，这种组合都是很适合。你可以透过用一些饰品啊，哦，来提升补足多肉颜色的不足性。这是很好用的一个技巧。当我夏天很多肉都才顺顺变的时候，利用你手边的饰品来补足它的颜色，也是可以夏天也可以是组出很漂亮的作品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作品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作品就是我刚提的玩颜色。那我现在来示范一下这个作品怎么做。其实这个作品非常非常容易。如果说有组成经验的，搞不好。